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，我是魔酱，我是皮卡酱。今天我们有另一个来宾要跟大家见面，就是来自 UC2Go 团队的 Purple。大家好，我是 Purple，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。在节目开始前呢，我有看过 Purple 的资料。Purple 身为 UC2Go 的虚拟人，在这次专案中如何为百货业达到新形态的经营呢？我可以想象啊，团队解放这项技术的导入会让顾客有多么惊喜的体验。我们团队目标是融合了 SLAM 技术和 5G 科技，以趣味性的导览应用于百货场景中，重新引领游客人潮，促成良性商业循环哦。哇，科普可以跟我说明一下这项技术是如何运用在其中呢？当然没问题啊，我们的方案透过刚刚的技术，将行动商务 O2O 虚实整合发展与应用，建立 VTuber 在百货场景中哦。同时啊，我们利用 5G 技术的普及，让使用者能够更快地取得大量的视觉资料，减少等待的时间，完美的融合真实与虚拟的视觉响应。那么你们的方案在技术层面有哪些亮点呢？我们强调 SLAM 技术的应用，透过 Point Cloud 建构空间资讯，让虚拟物体和真实环境能够叠加在同一个画面跟空间哦。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！你们的团队解方听起来相当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，希望能在未来看到你们的成果呢。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分享。谢谢你的邀请，我们也期待能将我们的方案带给更多人，推动商业的转型与创新哦。谢谢。